傻眼欸。这个，大家现在是有人还是没人啊？可以打个字吗？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等我一下哦，我弓箭传说本来想自杀的，结果我挂着挂着，不知道为什么自杀不了。哦，好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找个歌，就开始今天晚上的 GIF。感觉晚上应该都跨年去了吧？这应该不能做碳砖吧？哦，对啊。黑画面正常吗？不正常啊，怎么会黑画面嘞？
哇，我的天，闪到腰。我来想想，好像牛也不需要那么多耶。嗯，刚刚呢？嗯，来迟不会迟啊，才刚开十分钟而已。没热啦，走开，走开！哎呀，你是臭牛！喂，啊，我光剑传说怎么又活了？等一下，这场不能死，有道具，有装备才对。啊，去死啊！等一下哦，为了装备，好了，开始了。可能就这一小块吧，都养牛，小小的一块，还是卡住哦。哎、欸，空岛骑坐骑好像很恐怖，我不敢骑了，不然等下要死掉。哎，啊，等下去料理那边吧。
然后也不用种马铃薯哎，因为之后感觉吃烤鱼就够了。好啦，来杀。好嘞。准开始，左右，我想一下哦。那种角色又活了啦，想死有这么难吗？等一下哦，再努力自杀。好了，哎呦，好，先关掉。几个？一二。三四五六七，再来真的是有点烦欸，一二三，怎么中嘞？不过虽然甜好像不一定要种啦，因为有骨粉在，看我懒有没有想要采收而已，对吧？这片甜，那就是这边应该都是种那个啦。等一下哦，那我再思考一下下。你去拿种子。哦，生长速度有调啊，我调30而已。啊，等一下都要关掉了，等一下不需要了。
因为那时候主要是要让树叶早点掉下来。啊，你怎么叫我繁星？好奇怪啊！跨年，跨年在家跨，在家跨年。全部都叫我老板。这样吧，虽然跟想的不一样，就是还没爆欸。我想要补地铺地毯，还是铺这个石墙，好像也不错欸。我知道可以放半砖啊，可是踩上去那个很危险欸。不然我放围墙干嘛？你放半砖的话，不是还可以跳着上去吗？这边是西瓜吧？
西瓜。南瓜。怎么包在水那一个？没有，现在是采光问题。因为如果不亮的话，这边会生怪。